这三只饺是冰淇淋啊，这只饺子又是花生口味的，中间这一只呢就是奶茶口味的，真的。你看有多可爱啦！你看这样讲这个经典的话，怎么可以吃狗狗？这么漂亮，你要从哪里懂？金大头啊！啊，哇！今天晚上10点，金大跟班。